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 FS68 财经学院出品的每日操盘必读，我是 FS68 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彩凤。今天是2019年的5月9号星期四哈，那么刚刚公布了中国的 CPI 数据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CPI 年率维持在 2.5%， 跟预期的话是一致，好于前值 2.3% 哈。其实 CPI 的话是衡量通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我们发现其实目前我们中国的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于经济增长缓慢哈。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之下，如果是通货膨胀不断往上走的话，我觉得其实未必是件好事，因为可能会引起滞胀哈。回到我们目前的盘面上来哈，美元指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是小幅的收阳，价格依然是一个震荡的走势哈，没有特别明显的拉升或者是下跌，基本上的话价格还是在 97.50 的附近徘徊。短线的话对于美元指数其实我自己的思路还是跟之前一样，因为短线之内美元指数还是有那么往下去回落的一些风险存在的，所以说后续我们真正的想要去布局多的位置比较理想的话还是在 97.20 的下方这一块去布局多单，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哈理想的一个区间。那么从短线的指标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四小时级别的价格哈也正好是在测试这一块的压力，但是从目前来说哈价格并没有特别强的反弹的一个动能。那么跟美元指数正好相对应的是欧元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欧元昨天也基本上是一个小盘整，价格往上去上探了20均线的压力 1.1210 的位置，但是没有上破哈，所以基本上这两天的话对于欧元的操作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思路哈，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那么上周非农布局的一些多的话去持有在 1.1210 的位置附近去减仓，然后去看一下价格能否会上破这个位置往上去再走一走，走到 1.1260 的位置之后再往下去回落哈。目前的话对于欧元还是有高抛低吸的思路，跟美元指数有点类似，因为我们认为接下来的话其实美元指数在整个的五月份其实震荡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跟美元跟欧元相对的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黄金的走势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我们会发现基本上昨天的话收了一根的世纪之星的阴线，日内的话价格拉升到了1290的上方，那么并且是在美盘时间段出现了一些冲高回落，特别是这根大阴线其实跌下来的话力度是很强的哈，所以如果是昨天的话那么有按照我们之前的交易计划去关注一些空的话，因为我们昨天早评中提到过了，其实对于黄金来说再往上冲高一波，比如说冲高到89附近，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日线的均线压力，同时的话再往上走的话它是趋势线的压力，在这个区间之内的话再冲高一下其实更符合我们去做单的一些逻辑，因为相对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做空的位置，因为我们既然是布局空我们肯定是希望位置越高越好的。那么像中间的一些比如80附近上下的一些点位的话，你做多做空其实都很尴尬，都没有办法获得很大的一些空间哈，所以对于黄金来说的话，我看到昨天有些同学可能就冲高之后介入了一些空单，位置还不错，我觉得还好哈。目前的话，价格跌到了1281附近，这波下跌下来的话，也是有将近10美金的一个跌幅，可以去持有哈，可以去持有。往下的话，去关注75的支撑和72的支撑。那么对于这一波黄金，其实我在上一次公开课中非常明确的提到过了，其实我认为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慢慢的去关注它的一些底部了，可以关注底部结构了，但是还不确定它在1266附近的反弹一定是一个底部，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在上周五非农数据公布之后的一些多的话，我们会考虑到在12比如说85附近，那么升高89附近去减仓，但是我也会留一些持仓去看一下后续能否再往上去冲破这样的强压力。当然了，当价格那么去触碰到了这一块的强压力之后，特别是首次去触碰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去做空单，因为它符合我们波段交易的一些理念。波段交易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多和空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抓，我们是比较灵活的，我们心中会有一个方向，我们大致的预期后市看涨看跌我们是有预期在里面的，那么这个预期决定了我们中期的判断，但是短线之内的话它并不影响我们多空的一个入场，比如说这个位置去进空单可不可以，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因为
我们看到事实证明它也的确往下跌了一波。那么这个位置去做多单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它是基于我们对于中期的一个那么慢慢的黄金可能会有一些企稳的一些预期。而这个位置去进空更多是根据我们二元课程的首次触碰的一些原则去操作的。所以如果是我们有一些交易的标准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交易的话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哈，你不用去特别的去纠结它到底是看未来是看多还是看空，你有一个预期在里面，然后更多的话我们短线的操作是根据我们的一些条件跟标准去入场的。这就是黄金哈，我觉得整个的我们说年后的对于黄金的把握，我觉得我自己操作起来，包括我看到很多同学的操作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完美的。我觉得目前的话对于黄金来说，我们有空的话可以再往下去持有一下，往下的支撑的话去首先关注的位置的话，75的位置那么去关注，72的位置去关注，那么基本上就往下的话618、786的位置都是我们后续关注的一些空单，那么减仓或离场，那么甚至是如果是价格真的后续再往下深度下跌的话，跌到了72、70甚至低于70的话，我们还是会选择去关注一些做多的机会。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个后续的再往下跌一波就改变观点了，这是我们对于中期的一个预期哈。这就是黄金目前的话，我们说多的话已经在高位减过仓了，空的话你有入场的话可以去持有，往下的话去关注75跟72的支撑，然后后续再去做空做多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提前去设定一下几个位置哈。我自己目前重点关注的位置还是在7275这两个位置，先去关注一下，到时候结合 K 反信号看它是否去配合我们去入场。除了 K 反之外还包括时间，我们在二元课程中提到过了一些五日循环，一些三盘联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窗口的价格的企稳的话，那么是更有参考价值的。所以说我们要综合结合 K 线代表的是空间时间，那包括了我们说三盘，那么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企稳的位置哈。那么甚至是更低，有没有说到有同学说我们有更低的位置啊，如果是有更低的60下方60的附近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说我们这是整体的一个思路哈，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思路，因为它就是波段交易我们一个正常的思维哈。那么看一下白银，白银的话我们在之前布局过了14.70附近的多，这一波的话我们一直在关注15位置的压力，但是我们看到15位置的压力其实一直都没有被上破，所以说短线之内的话对于白银来说哈，我们还是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等待哈，看一下它后市的一个方向。从策略来说的话，如果是有一些那么之前的多单在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持有哈，可以去持有，那么继续去关注上方的差不多14.95到15的这样块区间被上破之后，那么进一步的去看向15.10附近哈。而到了15.10附近，我们还是会关注那么小幅回落的一个风险。这就是白银哈，跟黄金的思路一样，我们在14.70附近去布局多，更多是基于我们对于中期的一种判断跟预期。而15.10附近那么到达之后的一个布局空，是因为它满足我们二元课程中所学到的一个入场的方法哈。另外的话其他的品种给大家去简单看一下，比如说纽元的话，昨天新西兰央行降息了哈，降息的话，但是我个人的话其实更加倾向于我们之前也讲过哈，高抛低吸。比如说低吸的位置的话，昨天我关注的是0.6540到50的这块区域，我们会发现价格下探之后也是经过了一个快速的拉升，而且基本上这波拉升的话，它把它日内的跌幅都全部都给收回来了。那么对于纽约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之所以会有一根长下影线的出现，更多还是反映出来了那么市场的一种买预期卖事实的一种可以说是操作哈，因为市场已经提前计价在内了。新西兰央行降息，它降息有降息的理由，包括我们看到财经日历上的预期也是一样的，市场已经预期了它会降息了。所以说那么加息落地之后会有一波下跌，但是我们在下方去布局多的这样一个操作，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多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关注的减仓位置还是在小时级别均线压力附近，
而后市如果是小时级别均线压力被上破的话，我们才可能会真正的去关注纽元的企稳的机会哈。这是纽元的一个表现。那么后续做空的位置还是以四小时所在的0.6625的位置作为一个比较理想的做空的位置哈。这是纽元的思路哈。基本上我觉得昨天其实如果是布局多的话，应当相对来说还不错哈，应当会有一波50个点的一个盈利空间哈，对纽元支盘来说哈。另外的话，对于澳元来说的话，短线之内我们在布局的空单哈，就是说也是在这一周布局的四小时的均线压力附近的空，这一波下来的话其实应该说不错哈。从35附近跌下来的话，现在是75的话，应当是有60个点的空间了。这一波下跌，因为是关键位置哈，也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入场哈，一转点位，所以这波下来的话，我觉得在差不多80的位置附近，你可以去减仓了。那么剩余一些持仓的话，你可以往下看到更低的0.6955的位置，而0.6955的位置的话，那么会是下一个让我们关注企稳的做多的位置，我们可以去关注价格回落之后的一些企稳信号哈。另外的话，看一下这个英镑的话，昨天数据里面的影响，其实我觉得下跌幅度还是很重的哈。四小时级别的话，我们这一周布局过了。多哈，比如说四小时级别这个位置布局的多是上周五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一周的话，我们在四小时第一次触碰之后的一波短多有去捕捉，那么小时级别第一次触碰之后的一些短多也有去捕捉哈。整体来说的话，其实基于对于我们看到的日线和均线的一些支撑，我们基本上这一周还是以低多为主哈。低多的话也是有几波盈利，但从目前来说的话，四小时级别均线支撑被下破了。那么下破的话，使得我们再去做多的话，相对来说的话，在40附近有压力，所以说首要的目标空间的话不是特别大，所以对于英镑的话，我觉得短线之内的话做多，它是从技术面来说哈，它是不是那么的合适的。但是做空的话，因为周线级别还没有收线，并不排除它会再拉回上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所以对于英镑的话，我建议今天暂时去观望哈，暂时去观望，因为还要去看一下这个包括了英国脱欧谈判方的一些问题哈，看它的进展情况如何。其他的话，对于三个美系的品种，美日我们目前是重点关注的，那么以高空为主的一个品种哈，之前1.1180附近的空，现在应当是有将近200个点的空间了。那么这一波空我觉得应当是非常漂亮的一波下跌哈。那么后续操作的话，依然是以反弹之后做空为主，反弹1.1130的位置，那么反弹1.111位置都是我们关注的做空的位置。美瑞的话暂时没有特别好的建议给到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压力附近不想去做多单，但是做空的话又没有条件。美加的话暂时也是一个高抛低吸的思路，高空的位置在1.3530，低吸的位置在1.3380的位置，也同样比较远，现在还只是需要去等待哈。原油的话相对来说这一周把握了一波行情哈，把握了一波不错的行情，就是说在反弹到63附近的一波空，这一波空的话昨天我们提到过了有200个点的空间。跌下来之后的话，因为它本身的位置不是那么的好，不像之前的一些高位的空一样，所以说你可以考虑到去减仓，你也考虑到去离场。那么之后的这一波反弹的话，其实反弹到62.60的附近，我们还是可能会关注它是否有再度的一些短空的机会哈。这是原油。稳健的话，我觉得就暂时不要去捕捉这样的一个反弹空了，因为毕竟的话它不是第一次测试。而且这个基本上已到了强支撑附近了，可以等到60关口被跌破之后再重新关注一些新的下行机会哈。其他的品种的话，对于三个我们最近开始去关注了，除了原有的 JR 之外哈， JR 的话我们看到12300附近的空暂时的话没有什么问题，虽然说在反弹，但是防守依然在，所以可以去持有哈。往下的话看一下日线的均线支撑11800附近的目标。纳斯达克的话也是一样，如果是有这个日线有这个17100附近被跌破之后的空的话，往下看向7440附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
道琼斯哈，道琼斯的话，其实现在我觉得更多是一个观望阶段，因为现在还不满足去突破做空的条件，所以暂时去重点关注哈。但从走势来说，后续有背离存在，往下突破这个支撑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继续跟踪这个品种哈。其他的话，欧镑比如说目前价格又再次去测试强压了，日线均线压力线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压力位置哈。另外的话就是加日的话，这一波跌下来的话，其实跌得还比较稳。走势的话，我觉得也是继续以反弹之后空的思路为主哈。加日的走势其实跟每日的走势还是很像的。其他品种的话，今天的话基本面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基本面的公布哈。但是一些我们说外部的影响比较多，比如说是有今天的话，中美贸易进行新一轮的一个磋商谈判。另外的话就是英国，我们说这个，我们说不同的政党，不同的党派之间的一个谈判，目前也是在进展之中哈。所以说我们重点去关注这些事件的影响，另外的话去关注鲍威尔的讲话哈。好，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各品种的情况哈。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跟预期相悖的一些情况发生哈，所以就还是基本上延续之前的思路的。好，感谢大家收听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二元进阶版的这个专门针对老学员的实操课程的话，是在下周正式开始哈。那么这两天的话，基本上我们多数的报名的同学已经开始入群了，所以说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参加的话，可以去联系一下这个点评师报名哈，但是只针对老学员，新学员的话就暂时不要报名了，因为我们这一期即便是大家报名的话，我们后台也不会这个接受哈。好，那么感谢大家的那么收听，我们明天再见。